五日连假要抽烟叶，每寸出连登体重叶无人可证的好消息。疫情指挥中心就用流量过山的西瓜来表示连登六个人，也按当叶无人可证的好消息。唔但止他家就国强松嘅，也因为关于疫情过得咧，指挥中心就公布提目前嘅金钱，为解除长照机构探视经验，就会问到他家上个团契嘅心情。 今天看到我们前面放六个西瓜，就表示我们连续六个零了哈。疫情指挥中心拿出过山的西瓜，老大家公布，近年连提六日，莫可增加好消息。不过对荷兰送助理部过来讲，是芒果后，疫情记者会连连今日就近内拢提产品出现，价格没有人会讲，是杭州农产品的记者会，除了指挥官陈世忠讲，外国的近年农民的电路是芒果的意思。 很多人都要来送了哈，那我们也就是就选择一个，也不想太少大家的信，好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的农产品事实上是好品质非常的好。 关于疫情，就好防掉哦。指挥中心每个母亲节前，该出冲召机构总得去看个经验。先不五月初一开始，民众坐在的限定期，限制人数，每个大家全部来到配套措施的前提下，到清零见面。不管是住民的本身或是家属，也都会很关心。那确实这个。 这是属于在长期住在里面的人，那如果没有探视，对大家的心理健康也不好。没有媒体们就行动民众关心，接下来会开放，依然谈清末。除了指挥中心夫人，还得个考虑并看限制，可能慢慢的会开放，大量还叫个平房，优先本不看你去看。下家新闻网，杨顺富先特别报道。